事件是八卦周刊都已经知道了，他们准备拿来当下一期的头条。哎，我可以做什么？你也可以为我做什么？琳达写得真好，最后自己用王法的论文都撤了，不配当总编辑。而且他想阻止印刷厂出版关于你的报道。你真傻，这样值得吗？每周日晚上10点要准时打卡哦。